据香港媒体报道，女星张柏芝一向疼爱两个儿子，适逢今天是小儿子奎纳西的八岁生日，柏芝特意在社交网晒出小 Q 近照，并简单留言祝贺生日快乐。照片中奎纳斯弄了紫色头发庆祝生日，奎纳斯还穿着运动装在街边踢球，姿势有板有眼，看来踢得不错，和哥哥卢卡斯一样有运动细胞。重点是奎纳斯又长高了，虽然柏芝没有出现在镜头前，但相信他有陪儿子去踢球，还负责拍下儿子的英姿。再次祝奎纳斯生日快乐。最近张柏芝晒出自己在家做瑜伽的照片，照片中张柏芝的身材不见走样，脸上还敷着面膜，看起来生活十分精致。网友们也注意到张柏芝家中的装修情况，只见屋内只有一套沙发和一张桌子，桌子附近摆放着杂物，看起来十分简单。张柏芝和谢霆锋离婚后一直独自抚养两个儿子，此前张柏芝还自曝新恋情，可是却从来没有照片曝光。最近有媒体又拍到张柏芝带两儿子逛商场，张柏芝为了陪伴儿子没有时间应酬新恋情。